望着那片窗外。歌手张宇浓首度和谷谷吕思纬共同合作，推出新单曲《下单我的爱》，轻快节奏搭配 R&B 曲风，真的是太绝配啦！而且我们这首歌其实也算是写蛮久的、欸。因为除了我听这首歌就放很久，然后我跟你讨论这首歌到现在好像也很久了、欸、去年到现在，对，我们来来回回，因为我们其实大改造了这首歌，因为谷谷哥那时候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开会，然后谷谷哥就说来来来，我们随便来，就是大家随便来丢个想法这样，然后我就喜欢这样，好像是我还是谁，我就说凤梨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凤梨很红这个话题，对对对，跟这个水果就很红，然后我就说凤梨啊，然后谷谷哥就说凤梨，要不然我们就凤梨冰茶、啊、外送啊，然后他就把所有的 IG 细节都想好了。就是有人叫外送之后，然后没看手机，然后门铃就坏掉，外送人在下面就会不知道怎么办。张小姐，而且现在在拍 talking 的时候，张小姐在哪？张小姐，张小姐，我啊，为什么不看手机？手机，外送到了。不看手机，然后外送人在外面等，晒，你看我都晒黑了。走下来，哎，有种上来啊！暗杀，有种下来啊！古代都会这样，预备，然后拿那个弓箭，然后要放到那个对面的城，然后再高高放。上钩！耶！而雨农不止找来姑姑一起玩音乐，甚至连好友小吴、张立栋、小乐、尹又廷都一同加入 MV 拍摄。跑奥运了，对，跑超快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跳跑，跳跑。我真的演得很认真，真的在跑，跑到门口去，跑到阳明山下，而且有点跳没有大。哇！你看他那个会有点，在我边走一点，要买吗？储蓄钱，这他就很对外甥，那好了，啊，一个外甥，来阿贝来，阿贝对。二六，你二六，你不要，哎，三十六，十六，哈哈哈哈哈，哎，四一样看我，对，好，都看我，好，是开心的，很好，疫苗变脸，报道采访组整理报道。